听得懂台语的朋友，有，刚好看到这边有人举手，举一下，举一下，举一下，哇，很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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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原因是因为，我记得跟阿公阿嬷讲台语，对不对？对，虽然我们出门在外，很有礼貌要讲国语，但是我回到老家呢，跟阿公阿嬷讲台语，他们就够了，对，他们就够了，真的，这样就够了。上个厕所啊，然后抽根烟啊什么的，然后要个电话啊。Thank you.